如果太早的话，就往上滑了，这一拳就能打到你脸。太晚的话，在这里接拳，第二拳你就接不住，对不对？看不到，所以。现在我们用摊手了，摊手一般人很多人叫过桥手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打一个拳过来，我拍住了，这叫你桥已经架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过桥怎么打？你再打一拳，我过桥，我过桥了。所以这样你很快的话就是一、二，再打一拳，三、四，一个手能对付两个手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你试试呢，拍摊拍摊，是。你发现什么？啊，别输了。停！如果你是往前走的话，谁在中线上？谁的手在中线上？你的手在中线上，对不对？过桥手。OK， so， 继续练。第二个手。护手，对，它不是一个力量，你得跟着他的手，跟着他的力量走。所以你来打的话，打质子中拳，我跟着你走，它不是遇着，跟着你走，所以我可以往外摆，跟着你的力量，随着你的握手牵羊，对不对？